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 进去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嘉伟哥，你这是要送我礼物呀？你也当我的助理有一段时间了，虽然你入行没多久，但是这么用心又这么努力，我都看到了，所以我想好好感谢你一下。嗯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认真的，真的想好好感谢你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美女要气球吗？嗯，嘉伟哥，你要是真想送我礼物的话，就送一个气球吧。你想要气球啊？嗯。那都买了吧。啊，一个就够了。嗯。那你想要哪一个？你帮我选吧。我也不太懂啊，要不。要这个吧，这个吗？啊，谢谢。还喜欢吗？特别喜欢，谢谢嘉伟哥。傻瓜，一个气球就高兴成这样？嗯，这个是嘉伟哥你送的气球啊。